第一件事情是1988年之前呢，是在其他学校服务过几年，到服务期间呢，服务被人家第七个学校出口认识评语。那正经在教学以及活动方面，大概有工作。所以1988年，后面两句是属风流人物来看今朝，风流是正面解释，我改两个字，江山改成正经。请容我念一点啊，正经无时多娇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。后面两句还是一样的，属风流人物来看今朝。我直接说话了，我是金花仙女啊，请大家多多包涵，祝大家健康顺利，感谢你们认真的收看，谢谢。